那小三十，都是跟箱子比起来小三十，400-500。因为我们不要小三十，我们只量这个尺寸要小一点，这里到这里只量、这个。这个就是箱子的尺寸，小三十。我们量这个到这个，比如说我拿块。整个箱子里面小三十。这里到那里都好，这样找一套好找一点。你跟我说小三十这些我。这个其实就是小三十，你等一下。那你这个尺寸看做错了、不是这个可以伸的，后面这个对，后面还没伸上去嘛，你肯定准备钻不起来嘛，所以在后面钻，那个大腿要伸起来，看到没有，大腿要伸起来，大腿要伸起来，大腿要伸起来，你要退，你还是退回去，我这东西拍不到，你那里先不拆了，这个拆掉我拿走，我先跟他洗一下、这个黑色摇板整个抱出来，我想上呢。上。我练尺寸多啊。那里面好装一点，把里面垫起来是有洞，还是退去在里面垫起来，好装。哎，我在这边连，顺便都把尺寸一次性都调好了，明白吧？里面熟是不是？省下人穿进去调啊，那也没有办法呀。把退一点，垫起来。这个气囊的话，一直都是用的那个座子来的。对，但是不是。往后退点，你帮我叠一下。退一点点。好，可以。来，把后面抬起来了，抬整个抬起来了。没有，我要拿两把扳手，一把扳手。这边抬吧，因为我这个的话，我人要再钻进去来的。进去。对。这个我不进去。你看，你在哇，你看扳手这么大，这样才显得专业啊！我操！可以换了，可以换不？可以换。差不多啊。啊，差不多。然后你到前面去拍上，拍一下。上下绝对都要对称的，等一下我给你旋转一下。行着。哦，好了，旋转过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。还差一点点，再旋转点。再爽一点是吧？啊。好，太多了。哎，等下你不要动，你看一下。差一点点没关系。差不多，可以。好，你紧吧。这样。好。
上下尺寸差不多了。那也行，没关系。这个位置，你看，现在的话差一点点吧。嗯。标准尺。还要出来一点，现在差不多平了吧？差一点点，对，差不多，差一点点，哦，对，差不多，再关起来安全。怎么样？差不多呢，也不是差很，差一点点。差一点点，那就不管它了，然后锁紧。嗯。停了之后就锁紧它，因为我们下面板都是，然后的话就改塔了，就调这边的宽度，对，来调塔了。那我们换停了之后就要调整这个头顶，然后往外旋转。这个旋转跳哪个的距离啊？看，旋转那个挡板，把那个推进来。对。这卡到位置来的，你看一下跟它停了没有？没有没有，差远呢。差得远。嗯。差得远。好，你再试看。这太进来了，就是说你这进来了要出去。那就这样直接硬调就可以了。嗯。哇，那你刚刚我说差太远了，搞得我原来这么大。进来还多呢，我说进来还多呢。那你搞得我调多了呀。我感觉调多了很多嘞。嗯，是调进来了。应该差不多应该刚刚监工帮我看一下啊。嗯。跟下面那个板停了没有？没有。还要出去啊？没有没有。快站板去吧，快站板去吧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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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差34公分位。哎呀，水照到位。那我就。那刚刚这个旋转到底就差不多了呀。哎，你这个旋转现在540哎，这里啊，在肚子里面才540哎，是500还是多少？530左右。现在呢？还差一点点。到了。现在不行啊，你下去，你上面再来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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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呢？再来啊！哎，他是哪队？他是哪队啊？啊，要移上面的。我尽可能的不移上面那个上面移动的话就问题多。差不多可以。哎呀，就差一两，差一公分2公分没有问题来着。那的话，剩下的话就该动这里了。还有个办法啊！啊，我们跑到这跑到，这里两根后把它变成跳一个，跳一个，那就动起来这里。可不可以直接从那里呢？你不调这个，啊、直接从那里就可以拉开好调一点吗？拿过来调调。直接动上面呢，下面就不动下面呗。如果下面不够用，可以上面。上面不够用了，才动
发动上山的那个是吧？对，够用的话是不动这里的。要不这个吧，现在你再看一看、要不现在我再叫郑老师重新过整个吧，把槽做踩高一点上来。这差不多，这差不多了。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可以的吧？差不多，这个叫他重新过两个。机械部分全部换好。就是把这里，我的杯子大的话，我们就调高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对，杯子小的话往下调就可以了。这个一般调到底的话是最小的杯子口径来的。这个我移了之后，后面就不用移了。它就是一边多一边少嘛。这个的话也是根据那个什么，你杯子装杯子的情况也要再调来的。如果你这个是往前调了的话，你这个得往前去调一点点。你这个的话，现在的话是杯子比较宽嘛，那你就往这边去移一点点就好了，移到正中间去就好了。这里这个的话，我们是根据那个杯子的长短，就是说你多少个杯子它。如果你杯子很短的话，你把它推出去一点点，对，把它往出去调一点就可以了。调的话是这样的调法来的。就是说我们杯子一五十个为基，就是说多少个为基准？五十个或者一百个，就是你像你这个的话，应该是杯子是比较短来的。怎么拉不动了？这个的话是根据我们那个这里伸长之后。这里边是有一个整拍